X23 超大广角，发现更多美。本局会由 vivo 独家冠名播出。颜值配置双在线，精彩人生无极限。感谢斯柯达 SUV 家族特约赞助支持。火星目前是最受我们人类关注的一颗行星。火星的文明遭遇了一些灾难，它表面的生命大部分都灭绝了以后，遗留下来的一个种族，他们把文明的种子播撒到了地球上，所以我们其实是火星人的后裔。火星人的眼光来看待地球文明。地球中虽然是美好，但终究只是人类的摇篮，所以我们要去地球，不是寄居，不是暂时居住，而是要成立一个情报机构来探索整个太阳系的奥秘。已经有很高级的技术，这种技术能够使自己变得和人类外形上差不多，让人不觉察地融入到人类世界。其实现实科幻跟科幻脑洞的东西我们可以再加强，可能就是一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感觉吧。人类不会想象就要僵化，只会想象会退化，只有想象和实干结合在一起，人类才会不断的进化。火星情报局要站在科学的肩膀上，发挥想象的超能力，用火星的方式消除地球人的困扰，去感知更多幸福。我们是火星特工，我们回来了。对于火星情报局第四季来说至关重要。现在根据所有的情报指向，是这个人绑架了。那他现在在哪呢？在这儿。应该就是这儿。吃点什么？老板，这个失踪的外星生物你见过吗？连毛也没有见过。你骗人！好大的胆子！哼，我们已经调查你很久了，小瞧你们呢。来呀、啊！别紧张。就是一个遥控制而已。你们真的当我们要看第三季吗？你们这帮机器人想跟我斗，动动你们的脑袋！哈哈哈哈哈哈！汪局长真是料事如神呐、啊！上一季伪装机器人把你骗了吧？我跟你们说，你们肯定想不到我下一步是干嘛的。我们不会有事的，我们还有薛之谦。
你们几个跟我出来，把他们丢到黑洞去，做干净一点。拿下！干嘛？你们是谁 ？Undercover！ 你所有的罪证都被记录在这台 Vivo X23 里了。开玩笑，想定我的罪，就凭这么漂亮的手机。不但漂亮，手机背面还有流光设计，混色搭配。不但有流光设计，还有超大广角。超大广角，就是说，不管我躲到哪里，也会拍到我。不但都拍下来了，而且每张都很清晰啊！来下去。兄弟们，我回来了。怎么会这样？一定有线索。绝密。什么鬼东西？烂编剧。哇哦！在火星开会是最少的，欢迎回到火星情报局。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第四季没有观众吗？好干哦，没有人哎。好了，不要闹了，因为这一季我们的这个会场回到了我们的火星老家，有点远，地球的代表还没有来啊。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喵喵送我们的代表们上场。喵喵来了。颜值太高了吗？都是帅哥美女嘞，跨越了银河系，打开地球之门，欢迎地球人 ，Welcome to 火星。各位地球的朋友，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欢迎你们回到火星情报局。新特工好凶哦！欢迎各位地球代表来的由优酷和银河酷娱出品的《火星情报局》第四阶段的第二次的会议现场，会议依然只在优酷。我是局长 ，X23AI 非凡摄影超大广角，发现更多美。本局会议由 Vivo 独家冠名，颜值配置双在线，精彩人生无极限。感谢斯柯达 SUV 家族对本局会议的特约赞助支持。各位，我们第四阶段的会议呢，终于回到火星开会了。首先，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重磅的新特工，就是我身后这一位，喵喵。喵
喵喵的下巴跟我们很像，一个星球的。为什么这一期我们都要整得这么方呢？对啊，我要告诉一下各位，为什么我们脸都是方的？为什么？我们前两季的时候都是在地球开的会。对，地球上开会呢，我们有人类的身份，比如我是薛之谦，你是前锋，我们脸是正常的。你看我们在火星的局上脸本来就是方的，所以在火星。我们的脸，火星特工本来真正的面目都是方脸。为什么张绍刚老师没有化妆？而且没有变化，张绍刚老师跟变化过的，就这个脸型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在地球上潜伏的时间太久了，所以就已经被地球同化了。但是呢，就是本脸对，不要创，不要捏。哇，绍刚老师好像也卡到肉里面去了，你看，勒出一个印子。而且我跟局长有血缘关系，所以我的脸格外的方。不是，你的脸是方长。我让你们展示一下，我们火星的特工是怎么卖萌的。来，预备。怎么卖萌？哎呀，哎呦，好萌啊！好稳呐、啊。好了，我们其实花这么大的力气把所有潜伏的特工都抓回火星啊，就是因为本季的火星情报局呢，特工的职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季的会议将采取副局长提案制，两位副局长呢，每个人发布一个在地球上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然后呢，场上的特工根据自己对科技的掌握，提出我们火星人的超出正常人想象的解决方案，然后呢，在地球上进行推广。哎呦，以后我们提出的方案得到推广，我们是有提成是吧？应该对，因为我很想做点那个削骨的这个手术，我这两边我有点太重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地球人的哆啦 A 梦。你们的方案一旦在地球进行推广的话，将会获得这样的一个火星勋章。谁累积越多，在本季会议结束的时候，就可以凭借火星勋章到局长这里提一个任何的要求。任何的要求。啊、局长把胡子挂了。我跟你说，就凭你这句话，你这一辈子有可能都拿不到。杨迪再见了。雪芙来给我们来提地球的第一个困扰。第一个地球困扰跟地球上的一个族群非常相关，他们人数非常的多，他们就是独居女性。对，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就是都是独居女性，所以我们经常会碰到安全问题，还有一个人在家孤单的问题。那为什么你们不合租呢？对呀、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家里还是要去人。对啊，不是。你说的真棒，没有。主要是他的朋友，所以我要请大家来帮我们找一下有效的解决问题。大家帮他们想想办法。我有很多周围的女性朋友都是独居，是自己回家的时候也好，或者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也好，有的时候有的送快递来，他都不敢，就是把门打开。哎、我就是，哦，我很害怕。如果我化了妆，我就把头发这样，就是像鬼一样。你有病啊！然后我就开门，因为我怕看到我美丽的容颜，然后就直接冲进来，要不就是故意卸妆。你卸妆那么丑啊？对啊。哦。陈梦辰卸了妆，跟杜海涛长得是一样的。夫妻相，夫妻脸。给地球的独居女性，包括像雪芙这样的漂亮的女生一个人住。局长，我严重反对你的说法。哦，难道只有漂亮的女生遇到安全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吗？但是我也反对你的观点。怎么了？因为没有一个女生认为自己不漂亮。耶！有理。首先为他们的安全问题支招，来集结。独居的女性最害怕的就是回家的时候一个人，特别月黑风高的夜晚，你想遇到一个不法分子尾随你怎么办？女生你的力气没有她大，不能够硬碰硬，对不对？只能够要想办法跑掉，是不是？是的，我又跑不过人家，跑也跑不过人家，怎么办？所以向所有的地球独居女性推荐一样产品，是我们火星的产品，是不是？我带来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手护扇。哇，大家知道这个生物仿生学，地球人特别喜欢用仿生学，你看他们的直升机，他们的福特电池、烟雾弹、雷达都是仿生学，我们这个物品也是仿生学。你看那个孔雀遇到危险的时候，是不是
就开屏了。没有啊，我孔雀求偶的时候，他求偶的时候开屏。这个就是你们不懂了。你让女生走在夜路还求偶？求偶是非常危险的，你知道吗？废话，在半夜十二点以后，你在路上求偶都是危险的。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来，我们上产品。感觉还要卖产品。我们这个产品除了这个仿生学以外，还借鉴了地球上现在特别流行的《维多利亚秘密秀》的一些美学设计。要不田园本色出演一个坏人，请我们把现场的灯光切换到火星夜间模式。好，哎呦，夜晚到来了。啊哈，我是一个身高1.86米的窈窕淑女。我的天哪！我现在回家，哎，忽然，我怎么觉得有个人在尾随我？是你在跟着他，现在是你在跟着他。你快一点啦！是你在尾随他。你明明是你跟着人家，还那么多话。长得很像《倩女幽魂》里黑山老妖的人，哎呦，在尾随我。哦，他还拼命地喊了一声：“站住！”这个时候，你在吓人。你今天跟错人了。神经病！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停停停！别停！一步踏错终生错。人家的扇子都是这样踏，他是这样哇。等一下，重新来，重新来。这个色狼再次发出了大叫：“你再给我站住！”你又跟错人了。嘿哈！哇！一步踏错终生错，踏错终身错。踏错一步，你往监狱里走。在你动手之前，你要想清楚，那监狱可不是什么好的结果。好忙啊，这个女生。她有心情唱歌，真的太无聊了。怕了，神经病啊！等于歹徒看了一场表演。哎，我要是歹徒，我没见过这样的，我肯定追上去要看个究竟。怎么会？当这个扇子打开之后，你看有这样的心灵的教导：踏错一步，一步踏错，自己写的都不知道。姐姐，你刚才演这一段的时候，我特想叫我爸我妈一起来看，我说好好看啊。就像一个酒吧歌手刚下班没唱够，你知道吗？你这个灯要是换成粉色，别人还以为你在招揽生意呢，在路上。我跟你说，那个犯罪分子会往你这里丢一点钱的。对呀、啊，那也是安全的呀。我觉得这哪里是防护，你这行为就是招蜂引蝶啊。我们的这个产品就是帮助女性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你要机智，可能要用温情牌，各种各样的应变方式来争取时间逃离现场。其实这个从仿生学的角度上来，其实是有这么一说的。对，来来来，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案？我也好，维维。我觉得我这个是最实用的，因为我觉得他根本不了解我们现场的女性需要什么。刚才他拿那个扇子自己说像维密，后面留个大尾巴，一打开上面写着一步踏错终生错。请问哪一个少女觉得这个像维密？明明就是走在村里的阿姨。谁说那个很时尚好吗？而且刚才他说说自己，所以我这一款是可以让女生变得更漂亮，然后又可以让女生变得更厉害的火星方案，就是功夫口红。当当当当，这好像厉害了。哎，这个好，这个好。就是比如说一个女生非常的柔弱，只要涂上这个口红之后，她就可以啪。真的吗？我自己整功。真的假的？女生可以选择自己的门派，像是有这个截拳道派的口红、武当派、跆拳道派、南拳派，还可以选择啊，随便选，你选什么你就会什么。比如说，我打个比方，雪芙，你看起来很单薄。雪芙选一个，雪芙来选。好，来，坏人，你站在这儿。这款色号叫做截拳道。李小龙啊！啊！像平常早起一样，把它涂上去。好的 ，Ladies and Gentlemen。功夫口红涂完了之后，接下来就会变成什么样呢？3、2、1，哇！
会耶。哇，雪芙真的变得好酷好勇敢。怎么样？哇，真的好厉害。这口红厉不厉害？好有用啊，这口红我买一打。太棒了，请问这跟口红有什么关系呢？啊，他涂了以后才会。对，你看什么时候他走出这个台子，很少吧，录了四季他走出了三次。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托。这样，刘维从后面随便挑一个地球代表。好，随便挑一个。那挑位就近的，随便背带裤。他是吧？随便挑他是吧？你喜不喜欢？不喜欢的挑这个大哥。你要挑？不要，不要，不要。好，选好了是吧？来，转过去。我不信，不可能。不会吧！天哪，杀气杀气！哇塞，你开玩笑？真的假的？哦天哪！哇哇！还有风！歹徒在那边，那边！歹徒在那边！打那，在那！走上上上！歹徒歹徒！哇哇哇！好！哇太难太难，好了好了，要过了过了。这款是流氓口红吗？哇！我发现啊，他打的是不错，可是他竟然辨别不了土匪的方向。对，这蛮吓人的。这是一款白内障口红吗？他是靠听觉。就是他掌握不了那个戏的那个分寸。咋的呢？所以他是真打，哎，戏稍微有点过，所以他刚才真的打了。就每一招巨狠无比。就是啊。他至少五分钟时间都在对着镜头展示自己。妈妈特写。太明显了，就是个托。现场导演里面找一个，来来来来来，那个找一个导演。怎么不救他？随便就挑一个柔弱一点的。你要挣扎一下先呀，难道就是你？上，这个是我们的导演，就选他，绝对没安排好，就选他。为了证明他是导演，手上还拿着台本，看还拿着台本。来，现在我的功夫口红就在你的面前，请你选择一个门派。好，他选的是跆拳道。跆拳道，歹徒在那儿，我先跟你说一下，歹徒在那儿，站在上面，上面。认清歹徒的方向。三二耶！哇哇，分不清歹徒在哪里。哎，又是一个分不清歹徒在哪里呢？又是一个换眼疾的。三队，三队，三队，打！哎，快追！别追！真打不打歹徒？打歹徒！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先歇一下，我不来。哎，别离我远点，离我远点，我交开了。快！好厉害！我交开了啊！怎么把我交开了？完了，我交开了，我交开了啊！我下巴交开了啊！怎么办？哎呀，赶紧赶紧，你先休下吧，先休下吧。我觉得这个产品的思路特别好。其实每一个女生都应该学会利用身边的物件来保护自己，还有就是遇到这种相应的这种危险的时候，不要眷恋身边的财物。对，可以把自己的钱包拿出来，丢很远。哎，狗！你就是有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的包啊都扔出去，它会有一个疑惑反应的过程。要不要捡？然后迅速的跑，然后再跑。那针对这个独居女性的安全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哎，我倒还真是有啊。我呢是一个儿子的爸爸，这个儿子的爸爸，我没有女儿啊。我的孩子是个男孩，什么叫我是个儿子的爸爸？其实呢，因为呢，我特别想要个女儿，女儿特别能够激发爸爸的保护欲，有没有？太对了，有了这样的一种保护欲以后呢，我就想，只要女儿遇到任何的麻烦的时候，怎么样，我就可以穿越时光，然后用任意门的这种方式来到自己的女儿身边去保护她。所以呢，这次我要带来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什么？任意门复制圈。复
知权是什么样的一个用途？假设时间已经来到了2058年，四十年过去了，田园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那时候还单身啊。然后呢，一个人在家想爸爸了呀。那时候田园还在吗？还在呢，还在呢，还好还在。然后呢，边看《火星情报局》，边吃外卖。点了个外卖以后呢，一想，哎，怎么今天天那么黑呢？哦，原来家里面停电了。这时候，叮咚，门铃响了。哎呦！门一打开，进来了一条彪形大汉，一条，因为黑影啊都是一条来说的嘛，对不对？进来了一条彪形大汉的黑影以后，他心里面无数的弹幕就从旁边走过去了。他想，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就在这个时候，他望见了墙角挂着的爸爸的复制权。我以为是爸爸的照片在墙上，挂着的爸爸黑白照片。爸爸，我想你了，爸爸。我跟你说，我不管，你得把我弄回来，你得把我弄回来。你放心，女儿那时候一看到爸爸送的复制权，一下子拿上来戴在手中，只见拳套上面红光开始汇聚。这时候，拳套上面出现的就是田园愤怒的老父亲的脸。这时候，那个歹徒看到那个脸，都已经觉得攻击性非常强了。那个歹徒看到那个拳套上田园的脸之后，跪在地上，老大，我不应该啊，不知道是您的女儿。看到了那张脸以后，开始聚力，整个的这个拳套爆发出红光，女孩打出了彗星一击，连串的暴击，直接把那一个歹徒的头部打到了半空当中，迸发出了一朵烟花，当中出现的是田园慈祥的笑脸。我要疯了，我要吐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所有的歹徒都长田园那样的脸。就是父亲对女儿的爱越深沉，力量就越大，是不是？美好的回忆，以往的互动都在这个拳套里。你就回答我是不是？谁还有美好的回忆在这里面？对啊，每天晚上女儿还在看里面的回忆，看拳套啊，里面还有故事啊。爸爸，爸爸埋在拳套里，爸爸，神经病啊！哎，这个。你把歹徒打到了半空，歹徒的头变成了爸爸的笑脸。爸爸的笑脸，该不会歹徒就是爸爸？打完以后，爸爸，这个时候接到了妈妈的电话，你爸怎么还没回家？灯太暗了，其实是爸爸回家看你。复制权现在还在推广阶段，还没有量产，给个机会，给个机会，真是不要。局长，朱桢的这个想法我能明白，我是有女儿的人，对，有女儿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保护孩子。其实我们如果不去关联最后那一个场景，光前面还挺感人的，有寓意的，父亲的爱，对吧？对，父亲的爱全部都灌注在里面，然后你想着父亲通过这种科技感应让你的力量爆发，一定要和爸爸互动多，能量就大，然后啪一拳打出去，不管打到谁，爸爸就会出现，就会感动，变爸爸。但是邵刚老师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您觉得的 bug 在里面？局长，这还需要我说有没有 bug 在？全都是 bug。 真的吗？对呀。啊，咱们能不能这样，我给大家打个样。您来，我的这一款设计，哎呦，啊，提高音量了。哎，女生一个人在家不敢出来拿东西，有的时候外面有朋友晚上去接下也不敢，怎么办？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战熊浴袍。哇哦，这就是一个标准女生这样穿着浴袍的样子。哎，歹徒一开门。不好意思，打扰了。一打开，复制权把你复制权了。邵刚老师穿这个，我们觉得歹徒不会起歹心，但是女孩子穿这个浴袍很好看啊。对，听着听着，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浴袍。哦，对，第一层功能，全身都是高科技的防戾气的质地。哦，防弹衣是不是？不是防弹，防戾气。拿力气往上戳，哎呦，打上去，打上去，哎呀，钝器有用吗？来，把这个，来，我来试试看这个。
哎，多厉害啊！这拿来，拿来的，你拿来，你看。哎呀，哎，你这么打，我来打好吗？介意吗？副局长，哎，没事，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啊。好的，你不能扮演坏人。好的，你是一个好人，怎么可能打人呢？对不对？嗯，刀枪不入、啊、不入，好，非常重要啊。嗯，还有呢，你来着。第二个功能，请各位看，有的时候你看女孩子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把手插在兜里嘛，是吧？很正常，这么出来，但是一拿出来之后，父爱拳。父之拳，这个好 low， 这个好 low。你们看着这块是一种特殊材料，又是特殊材料，钢爪和倒刺，好的时候没问题，不得了。如果他想有一些什么不好的举动，怎么办？哎呀，啊，哎呦，我天，这很顺手。你出掌的方式也太差。我错了，我相信应该有他。拿力气，快点拿力气扎他。我们让那个邵刚老师快点说，因为这个真的很热。注意第三点，这不是普普通通的浴袍上的帽子，它是一个头盔。哎呦，哇塞 ，What's that？ 这是小浣熊吗？而且注意啊，它有一个很独特的设计，只能你自己戴。保护了自己的脸，哎，歹徒揪都揪不下来，真的哦。店员来试一下，你揪我，揪哪儿？揪帽子，一二三，揪。哎呦，拼了，双方老师拼了，看到没有？哇，哎，看到没有？我们一起揪一下吧，好吧？坐那一下，我们一起来，三二一，走！看到没有？揪不下来，毛都揪下来了，还是没有。哇，上官老师的头发纹丝不乱，熊的眼珠子我都揪下来了，硬是没揪下来这个帽子。那边我想问一下，你问，你刚才使那么大劲儿，你对付他们那些人的时候劲儿哪儿去了？先喘喘。对付他们的时候，我保留了一点劲儿，我得对付您啊。哎，好，坐。哎，所以这个产品，它是一个综合使用的，是防割裂、爪、头盔三位一体，非常成功的诠释了我的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实用性。杨迪，你说一下怎么样？我觉得固然是好，但实际上不要固然，直接说关键。很垃圾。你让我说的很烂。好，那你有什么？我觉得首先真的是太热了，尤其夏天谁会这样穿在家里，而且你这样穿着终究你还是一个人在家。我觉得我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哎，稍等一下，没人议论他了。因为不值得，好吧。我有一个设计，稍微老师你觉得怎么样？说吧。叫家有男友设计。首先它是非常薄的，穿上非常凉快的。其次它主要的设计在哪儿？它是一个背对着搂着你，你开门以后，哎，你好，那衣服前面直接挂一个那个，等一下，哎呀，别亲，等一下，哎呀，你看看，他就觉得哦，她不是一个独居女性，她家里有个男朋友，就不会想要对你有一些侵犯什么的。我觉得杨迪这个最大的 bug 是什么？我觉得没必要买这个外套，你开门的时候自己把手放在这，哎，你好，哎，等，别拉我，别拉，哎，我马上就过来嘛，你自己可以啊，等一下，稍等嘛。哎，也是哈，你看设计费都省了，一开门，上次，神经病。其实我觉得啊，女生在家里啊，不仅要注意安全的问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孤单。对，你想，我如果安全的话，哎，我不出门就好了，我就安全的嘛。但是在家里的孤单你怎么解决呢？是，这是一个大问题嘛。大问题。女生自己孤单了怎么办？怎么办？我也发明了一个仪器，是我们火星专用的，叫做强制防止孤单仪。哟，听名字好像很普通的样子啊。这个名字说实话好直接，好直给啊。有什么用呢？这款仪器一旦你穿上以后，在家里你就再也不会孤单了，因为它会强制你做出很多防止孤单的动作。第一招叫做
寂寞劈叉。妈呀！这招劈叉一旦开始就是200下，持续时间是4个小时，让你再也不会孤单。21、22、23、24，一旦坐起来会让你感觉到肌肉酸痛，直到整个腿脱臼为止。全场一起来，哟！是不是感觉完全不孤单了？在家里很忙的呀，绝对没有时间孤单。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招，第二招。现在是第二招，窒息旋转。告诉你们，这种旋转不仅让你横向晕眩，还可以让你竖向晕眩，可以说是晕中之晕。1个小时以后，还会让你有呕吐感，搞不好还会窒息哦。这个程序一共持续3个小时，转到最后，不要说你孤单了，就算你亲生父母出现在你面前，你都不一定认得。全场一起来！喂，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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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第三招，哎，不是听说有30多招吗？哪有啦，60多招。如果你们觉得这招到这里就完了，对不起，还有第三招。第三招叫做致命 shake。 告诉各位，这招 shake 只要一 shake 起来就是一下午，让你感觉整个下午都在参加 party， 家里面全都是男人来，哇，他们围着你逗我，哇，一个一个接着来，一个一个接着来，你怎么会感到孤独呢？ Come on， 要，家里全是人，家里全是人，一点都不孤独，一点都不孤独。好了。神经病了，神经病了，这个弄完确实不会孤独了，送医院了好吗？对，是，还有第四招啊，叫做算了，等一下，至少让他说一下第四招什么名字吧。第四招叫做致命侧翻。不够了，不够了，好，回来。哎，有没有致命头顶转啊？是，会累死我的。副局长，我对那个致命侧翻好感兴趣啊，你开启一下这个系统。对不起，那个叫无情侧翻。啊，好，无情侧翻，来，不要来了，你开启一下这个系统。哎呦，你这么嚣张，你有没有试过死亡 shake 音乐？你来，张老师来，哎，张老师要，哎，致命 shake， 好吗？要 ，out。She can't hear you die. Who die first? You me. 哇，要！哎，你打的还是小熊日常的那个。少刚老师那个拳好可爱啊。要！好累啊！哎呀，少刚老师，你是哪里借的衣服啊？这是。我觉得累成这样子都没有时间去体会孤独了。对对对，其实这个孤单是源自于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受啊，而能够借助外力来进行排除和转换呢，其实也是一件好事情。现在谁还有没有其他的一种解决方案？我有。你们站的都是男性的角度。哦，对，单纯的解决安全孤独的问题，很单一，有 bug。我这里有一个一箭双雕的妙计。哎呦，解决方案就是火星定制男友。为了让大家更近距离的观摩，开箱测试一下这个定制男友怎么样，所以我就把我定制的这一款2018秋季限量款火狐630，祝海涛，马上欢迎海涛，祝海涛。如果里面不是长得跟杜海涛一样，就说明沈梦辰不是喜欢杜海涛这一类型。哎，这款我是送给雪芙的啊。哦，因为雪芙已经把她喜欢的那个男生的样子啊、性格特点全部都告诉我了，我就给她定制了一款。真的假的？接下来就是拆快递的时刻，3、2。
你打开它吧。笑一个，嘿，我想知道他会不会致命 shake。你喜欢的都可以设置在这个里面。那帮我设计一个24小时不停 shake 的那个感觉。可以，但是这款是我为雪芙专门按照李希侃特工的样子来设计的。哦，你们可以叫他小狐狸。哦，他为什么不是国字脸呢？对啊，我们不好看吗？雪芙，你看看我，仔细看看。不好看。他现在是这种沉睡的状态哦，只有雪芙能够唤醒他。用公主的吻吗 ？Shake you！ 哇，都有风了，雪芙。哇，要进去，雪芙要进去。要吻吗？起床了，小狐狸。哇！来，小狐狸，我们下来好不好？你看，好听话，女生都受不了，对不对？请问你会不会致命 shake？ 他不会听你的话。致命 shake 有没有看到过 ？shake 到死。竟然看不起我。有没有小狐狸长得很帅？长得一般，仅次于我吧。哇，他眼神好啊，好吓人啊。怎么样？眼神好犀利。哎呦，吐了吐了，他看到你就吐了。他看到你，主要是看到你。很多人肯定会想，他是不是专门为雪芙定制的？对呀。你来说出一个雪芙的一个小秘密。我搜索一下。哦，这么神奇。哦，反应好慢哦。286系统，得搜索一会儿。或许你知道金蹦、妮妮、噗噗吗？哦，知道，我们家三只猫啊。哦。他们今天上了三次厕所。啊，真的吗？请问你其中哪一只最会shake？没有 shake 了，神经病啊！没有 shake 了，他笑了，他笑了，他笑了，笑了。不用理他，没关系。我们也看到他笑了，小狐狸笑了。我看他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好像可以充电。对呀、啊，充电的插头在哪？对呀、啊，哪里有充电？他有，他有。我的充电方式呢是雪芙的注视。注视哦，眼神的电。啊！哇，雪芙来电了！哇，真的和看前锋的感觉不一样哎。只有雪芙能让他 shake， 但是他还是不会致命 shake。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刚刚你们所有说的怎么样保护女生安全问题啊，是遇到了歹徒的时候再解决，对不对？它现在就能够察觉到附近谁对雪芙有危险、有歹念。哦，谁对雪芙有歹念？应该是前锋这边吧？请开始搜索。前锋，你紧张什么？哎，局长险些停留。哎，哎，哎，啊！张老师，赵刚老师，歹徒，欺人之面不知心寒牌，这个不摘吊牌的男人，依据是什么？检测到了你的内心当中有歹意。哦，哎呦，雪芙，你感受到我的歹意了吗？邵刚老师，你想做什么？天哪，我其实是发自内心的想让前锋成功啊！哎呦，在雪芙看来，这也算是歹意了。那最大的歹意应该在你这儿啊？不对，你想抢夺雪芙的副局长之位，加害于他。承认了，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这个不叫抢夺。陷害，因为我想和薛副局长能够平起平坐嘛。哦，那就跟我来比试一下致命 shake。 张副局长欢迎。
我还不服了，你还不服？来啊！哎，别动，别动，有意思啊！哎呀，好了，我觉得孟辰啊，你搬这个机器人出来，这一点意义都没有。怎么没有意义？雪芙哪里需要机器人来守护嘛？啊，你不把我们在场所有的男性特工放在眼里吗？对啊，我们有本事就来比一场，他比我们强在哪儿？好，来就来，是男人就来 PK 一下。PK 什么？现在的女生喜欢多元化的男生。我跟你说。多元化我们都来不了，多元化PK 一下表情可以啊，他能做的我都能做。杨迪上，首先我们要表演的就是酷酷的表情。哼，就凭我这国字脸爷。哦，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也太管了吧。好，第二个表情，宠溺的表情。哎呦，宠溺，这什么？我怎么？哎，更加方了。杨迪没有宠，只有溺啊。第三个，可爱的表情。杨迪一定要可爱，不能输，迪哥不能输，可爱。哎呀，哇，可爱可爱。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国字脸不方便跟这样的人在这边。雪芙，你觉得怎么样？雪芙。小狐狸比较可爱。不服，我们来比下一项，比谁脸方？我们来舞蹈才艺。微微，来。你顶着这个脸已经输了一半了。我现在是开胶，然后再加上脸方。对，我走量又走质，我除了能跳男友力舞种，我还可以跳朋友力舞种，还可以跳女友力舞种。哎呦，告诉告诉他什么叫老艺人。艺人男友舞。男闺蜜舞。我们现在打的是一个平局，对不对？平局，最后一轮，然后决定胜负。哼，最后一轮，你带这个机器人来，根本就比不过我。怎么呢？比什么？比的是我对雪芙的真感情。火，真感情。火。哇！你为什么要指着沈梦辰呢？刚刚。哇！真的。真感情。你有把握吗？你要是没把握，我就致命 shake 弄死他。说实话。前三季我对雪芙所有的表白都被她拒绝了，对，不是应该的吗？今天最后用我的真心向雪芙表白一次，漂亮。如果这一次她再拒绝我的话，怎么样？我发誓绝口不提再爱她。哎呀，哇，好伤感啊。来吧，安静安静啊。雪芙真不该贴这个脸。还没开始呢。哎，这跟脸有什么关系？看的是真心。
最关键的一天居然是这个脸。雪芙，不要看我的脸。哎呦我，雪芙，前三季我都守着你。哎，钱凤，我突然间有个特别好的点子，请说。你的儿子就叫前三季。前三季。是吗？前三季以后会用复制权。你看我的儿子汪石安，你的儿子前三季都有数字啊，这样我会出戏的，局长啊。好好好好，真心的真心的。雪芙，前三季我守着你已经守够了，这一季可不可以换你看守？不，换你守着。看守我？换你守着我？看守是什么？你是个贼呀。垮掉了，垮掉，垮掉，完了，没了，没了。最后最深情的时刻还说了一段超喜的词，太没深情了。小狐狸，小狐狸。哇，哎呦，今天你已经站了够久了，歇一歇吧好吗？局长快穿，局长。你也站得够久，比赛谁先穿谁先穿，快快快，局长加油，局长加油，局长你快穿。哦天哪，哎，你这个也太没诚意了，这怎么商标也没扯。来，雪芙，我把你把这个纸拿掉了，现在你可以安全的穿进去了。一股的醋意呀。好，那雪芙，你觉得这两个男人谁更加深情，或者谁更加细心？是小狐狸还是前三季他爹？我觉得小狐狸非常的贴心。小狐狸乱丢纸屑，要得到致命线。你够了，开交了，我来给你线上。兄弟回家了、啊、下周我再找你 shake。 往这边走。各位火星女友们，看完我们这个火星定制版男友是不是觉得很好？是不是？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制定你的恋情吧。哎呦喂，真的、哦、你也可以拥有火狐630哦。大家既然都这么喜欢小狐狸，我觉得小狐狸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开会好不好？前锋定制一款外观跟雪芙一模一样，但是内心不是雪芙，你接不接受？不，既然定制女友的话，一定要注重细节，哎呦，和实用功能。我觉得其实所谓的定制是有 bug 的，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会爱上不同的人，还不如定制一个男闺蜜。哎，啊，哎呀，男闺蜜永远不会变，永远是你的朋友，永远不会对你有非分的想法。而且还有一点，未来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定制一些人工智能的东西一定是能实现的。但是男友不能定制，现在很多女孩，我觉得她孤独就是因为在脑子里面有太多这个要是这样的，那个要是那样的。但是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一个人她的每一样都符合你的那个设定。当你想要设定的时候，你就问自己说，你是女娲吗？你能造人吗？如果你不能造人，凭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完全是按照你的设定来给定制出来的？越想定制这件事儿，可能孤独的时间就会越长。对，要学会接受现实。嗯，我特别特别赞成邵刚老师说的那段话。其实当你自己定制了你的男朋友的时候，你会逐渐的发现自己的缺点会越来越顽固，因为你定制的那个男朋友一定是依附你的缺点的。对，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改变自己。 AI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 AI 如果作为拼音摆在一起的话，它就是爱。所以 AI 不一定解决问题，爱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火星定制男友，我觉得它只是解一时之需、致命 shake， 致命 shake。 我担心的是孤独没有弄走，自己把自己弄走了。所以才致命嘛。维味的功夫口红，哎，简单易行，
你那个就放下来吧。啊，为什么？天天可以过父亲节。所以我个人推荐的是维味的功夫口红。谢谢。那么我们火星情报局建议将功夫口红引入地球。我们有请维味上前领取你的火星徽章。谢谢。有什么了不起？X23AI 非凡摄影超大广角，发现更多美。本区会由 vivo 独家冠名，颜值配置双在线，精彩人生无极限。感谢斯柯达 SUV 家族特约赞助支持，感谢贝妮美爱家奶粉，三重保护力等于宝宝的超能力对本区会议的支持。五、八、八、六。呀呀，呼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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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什么问题？啥干啥玩猫喵噜噜嘎的？当然是 vivo X23的超大广角。vivo X23超大广角，发现更多美。接下来，我们薛副局长，我们下一个要帮助地球人解决的困扰是什么呢？好了，那地球人的第二个提案就由我来发布了。第二个提案是。哎，你正面看着我吧，因为看侧面好像你得了腮腺炎一样。这样我好一点。小心我使用致密线。来，哇，局长也有啊！哎，好了好了，来了，姜还是老的辣，感受到你的震慑力了。第二个提案，地球人根本不知道怎么拒绝，地球人不会 say no。现场所有来自地球的朋友，你们在生活当中对另外的一个人提出的请求帮助，善于对他们说 no 吗？其实很难。哎，好难哦。真的吗？局长真的是这样子。我在地球的时候，我觉得最难拒绝的就是我爸爸的朋友。哦，比如说他们有的时候要去杭州玩哈，他们去杭州玩关我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杨弟，我们要去杭州耍了，帮我们安排一下，就让我们安排起来。然后我就不知道你是哪个噻，叔叔，你打错电话了。叔叔，我不是杨迪，我要用普通话，用四川话就穿帮了。而且我那个爸的朋友，他喝醉以后还会说：“杨迪，杨迪，给叔叔打200块钱过来。”打200块，就只要200，就是要面子，对不对？要面子，然后你不给他打，装作没看到什么的，视频就过来了。杨迪，给叔叔打200块钱过来。就是属于这种人，他由于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我真的没有办法拒绝，不知道怎么办。峰哥真的是一个非常会拒绝别人的人啊！想当年我就被峰哥伤过心。哇塞！当年没有杜海涛的时候，我在地面频道做主持人的时候，然后呢有一个环节就是说要给身边的朋友打电话，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峰哥峰哥，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因为待会儿可能要给你打电话现场连线。峰哥接到非常的冷漠，我在拍戏没时间。哇，没有假的。哇，这么狠啊。我要解释一下，你应该是记错了，是你，因为你找遍身边所有的朋友，只有我帮助了你，那次电话连线是成功的，不信请看回放。啊，现在没有准备，待会儿节目组去找一下好不好。啊，应该是真的，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是接了你的电话的。你说你没有，你说我在拍戏没时间就挂了。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前方和梦辰，麻烦你们两个自己下去处理一下你们的私人。我们先聊一聊，我们先聊一聊。我觉得我的那个拒绝是比较难的。哦，就是学生会来找你。哦，现在很多人出国嘛，他说张老师我想让你推荐信给我签个字。对，其实心里面吧是挺不想签的。啊，就对于一些学生不是那么熟的。对，但是人家这么拿过来了，你如果要拒绝人家吧也很尴尬，也很尴尬，所以就这种时候其实是很难很难拒绝的。所以我跟你说，薛之谦副局长，今天我认为你提的这个问题了不起。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来，谁有解决方案？
哎呀，娄子博，我的妈呀，娄子博说话了。Hello，娄子博，加油！哎呦，你也在啊！娄子博说话了。我觉得大家都把这个问题想得太复杂了，这个问题真的没有这么复杂。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娄子博，稍等。你注意啊，你现在是终于说话了啊，所以麻烦你提升一下自己说话的质量，这个体验一定要有效，好不好？来。好 OK。本来挺好。对。张高老师，你为什么要？节奏被打乱了。你干嘛了？被你破坏了。人家还是个新人。什么当老师的？人家本来就有压力，又是你。我突然想爸爸了。这个问题真的没有那么的复杂。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拒绝，那我们就练习拒绝，把拒绝练习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哦，所以说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波浪鼓训练器。哇，这个米奇吗？米奇这个装置呢，不要看它很简单，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是，它很是它就是它是一个头盔加上两个波浪鼓。对，用了它之后呢，你的头脑会变得特别的清醒，这时候有人向你提出无理的要求，你的头就会摇得像波浪鼓一样。我感觉这个很适合致命 shake。 没有，这个适合战熊浴袍。致命 shake 浴袍 shake。好了，大家可以向我提要求了。给我们每人发1000块钱的红包。你这个还用你啊？换谁谁都拒绝。这个头盔是当他提出无理的要求啊，无理，他会让你头脑变得特别的清醒。我觉得这样吧。既然大家都非常喜欢我的各种设计，很有文化底蕴，很有科学，什么？我推荐第二个方案。谁喜欢？谁喜欢？这么快，这么快！我推荐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决心铜锣。我们这个使用方法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别人向你提一个你觉得很过分的要求，你就拼命的边敲打这个锣，边把他的要求重复3次。一般情况下，你把这个要求重复到2次的时候，别人已经就走了。来，刘维，你要不要给我提个要求？集结。要歌，笨蛋，你给我写首，他歌也一般。开玩笑。我这个是父爱锤，你知道吗？你好好的提。姐姐，我希望你帮助我，你在这个火星太抢我的戏了，离开这里。哦，这个说出心里话了。来人啊，前面的朋友们，继续啊，刘维黔驴技穷啊，我来到这个节目对他造成了各种威胁，来啊，后面的人继续看一看啊，艺术团又来了。局长，你觉得怎么样？我们这两方案真不怎么样。好吵，这个太吓人了。我跟你说，你们这种方案都太肤浅太吵了。我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络绎不绝地来找你帮忙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跟我一样，长得太善良了，长得太靠谱了，还好，太可爱了，不想再听了。对不对？只要找到这个原因，我们顺藤摸瓜。顺藤摸瓜？不，只要找到这个原因，我们来从根源上切断它。我推荐大家一个火星的解决方案，就是拒绝智囊。这不就是一个荷包吗？只要有了它，你的相貌不再很单纯哦，不再那么好被人欺负。哇塞，这像爬了个蝌蚪，好恶心啊。来，谁来给我提一个要求啊？喂，前方，你可以帮助我跟雪佛一起吃个晚饭吗？
可以啊，可以啊。你看他就不灵嘛。我觉得你这个提议特别好。来，谁来谁来？前锋，我最近没有什么时间照顾我的妹妹，你能替我照顾她吗？算了，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照顾她。不用了，好恶心啊！其实这个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的这个面容变得更加狰狞，面相变得奸诈。前锋，我跟你讲，你这个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你可能达到了那个效果，但是我们谁都不希望通过这个效果让自己变成一个被别人讨厌的人啊。我说的是，当朋友提出无理的请求的时候，可以用到这个。但是现在很多这个提要求，有的时候不是面对面，对呀，有的时候是打个电话，你粘个这个智囊。哎，对啊，你怎么办？他这个简单，就粘上到他家去回答他，电话别接。哎，你给我打电话。微微，你有什么提案？我这个提案其实很简单，据我调查过，真正这个拒绝的方式，其实啊，7%的人是用语言的，然后38%的人是用语调，其余55%的人其实都是用肢体。这个我都是有研究的。我想跟大家表达的就是，其实用肢体来表达拒绝是最好的方式。比如说有些人要提出什么要求，你一做这种，或者一做这种，一做这种。这也太假了吧。所以呢，所以我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拒绝舞，我亲自创作改编，而且现代古代都通用。我们文工团绝对配合。文工团的姐姐们来。维飞，你看那个花又红了。有我漂亮吗？那花迪飞，这是公公吧？最近得到一杯茶水，赏给两位喝。喝了吧，这茶。不要喝。喝。Just drink it。我们不能喝，有龙四。有龙四更要喝。有一种拒绝方案，就是要对你说我不。我不想喝你的水，我不想走你的路，我跟你说我今天我不。哇哦！我不喝你的茶水，我不想喝你的茶，你的茶特别臭，我不想喝你的茶。刘维啊，怎么了？我觉得维维还是太年轻了。怎么了呢？其实，在我们火星上，几十年前就流传着一首歌和一个舞蹈，叫做《拜托舞》啊。它就是任何的这种否决的肢体动作，包括你舞蹈的克星。哎呦，拒绝舞叫咱拜托舞，只要我们跳出这个舞，任何人没有办法拒绝。好，今天你把拜托舞跳了，我们用我们的拒绝舞 PK 你。来，这个舞蹈是火星上所有年轻人都会跳的，我请两位年轻人跟我跳一下。哎呦，尬起来喽，尬起来喽。Music。世界充满冷漠，你怎么能够求你给我点帮助，帮助别人，你才拥有完美人生。
唱，假唱，假唱，假唱。315吗？有人假唱，假唱罚钱。这是我自己的声音。我觉得维维的刚才那个舞表演的非常精彩，但是集结的那个拜托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创意，这个真的能够对起来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作为一个地球人，如果两样都能学会的话，任何时候都能够派上用场，所谓技多不压身。对，我觉得我接下来这个才是非常不错，因为我觉得各位，我们为什么不敢拒绝别人？因为很多时候提要求那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对，你碍于面子，你不好意思拒绝别人，所以说我今天要打破大家这个碍于面子这件事情。哦，我带来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拒绝裁判。当你的朋友提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的时候，你要找一个中间人来，那个中间人能言善辩，一方面又顾及了你自己的面子，一方面又给对方的台阶下，帮你们在中间调和一下。我今天把这个产品带到了现场来。这给韩哥理发。局长打扰一下啊。啊，哎呀，你把韩哥盖起来了。谢谢。我在此人身边潜伏了3年，知道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为了造福所有的地球人，来带来我的产品，仿山局长。你找我其实是找错了啊，因为我的拒绝方法特别的直接。那盖回去吧。你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事情很难拒绝别人的，让局长来帮你想想办法。局长，我想回天天向上。滚滚。简单的试探呐、啊！天哪，好尴尬！你们都不了解局长。天元，我要告诉你，天天向上只是你人生当中很小很小的一个舞台。是的，如果从你离开的那一瞬间到今天，你没有意识到我每次和你同时站在一个舞台上是带领你一直都在天天向上的话，你就浪费了我对你的一番苦心。只要我们两兄弟站在同一个舞台，任何的舞台都是我们两个人的。天天向上。有面，哎，杨迪真的找对人嘞，看到没？看到没？局长刚刚那么长一段话，其实就一个意思，滚。这是我听到最有涵养的一个滚。对对对，那个字是中心思想。局长，局长，我想要一下薛之谦演唱会的门票啊！你是不是傻？你问我要不就好了？不是不是。你看，我怕你拒绝我，那样你也没面，我也没面，所以我问个中间人嘛。您看我这件事儿。没有问题，薛之谦的演唱会门票我送给你，因为薛之谦非常非常辛苦的在准备他的演唱会，而且每一张票并不在他的口袋里，他应该跟演出商有非常紧密的合同。薛之谦面子很薄，你如果找他要的话会让他非常辛苦。我们是朋友，我送给你可以吗？因为你如果拿了这两张票的话，你就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薛之谦的朋友。局长，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因为好多人问我要票了，也不见得好多人都找得到我。自己去买。对，他一定会说，这叫，哎呀，那不好意思，那我就自己去。会一定会这样的。其实拒绝只是一个表象。对，他每次都给自己的那个拒绝呢，背后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同时让提出要求的这个人不太好攻破的一个逻辑。我说到这个逻辑，其实就包括了人情世故，对，咱们平时生活当中所说的优叙良俗就都在这里面了。是，而且还要给对方台阶。别人问我要泡脚还真的是小事，还有一些朋友说，哎，能不能在你演唱会的时候让我上去唱首歌啊？是谁是谁是谁？很普通的朋友，他就觉得他自己唱得特别好，他觉得他的名字就是刘维。我想知道你怎么拒绝。所以我这季演唱会没有嘉宾。哇，这样最好。杨迪，你知道吗？别人说连出身都过去了，为什么我过去唱？就是你开的头。但是朱桢去了之后
不唱吧？啊，对，我们是玩嘛。又有一个朋友来了，说你和薛之谦关系不错，我也想上唱一下。哦，我好寂寞今天。寂寞比赛，哎呦，玻璃。局长，我真的有一个问题比较困扰，就是有一次我正常去买衣服嘛，他就说，哎呀，平时看你电视上那么活泼，表情那么多，本人都没表情的。对，说给我听。我说难道买衣服我应该这样子吗？我要那件红色，再要那件蓝色，试试那个白色，这样吗？所以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说？我说碰到第一次转身就走。对，我走不了，我就基本上就跟他们做了。他一定会拖住你，跟你道歉，一定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心，下次试试看。结果刚说完，卷帘门一拉，我错了。我还遇到过一个更尴尬的事情。我有普通的朋友，他说：“哎，薛之谦，你今天一定要帮我个忙，我喜欢一个女的，特别喜欢你过来，如果突然出现呢，帮她唱一首歌。天哪，给她个惊喜，她一定会很开心。我特别爱她，我特别想追到她。那你给我个地址，我过来嘛。”我以为他们在 KTV。他说：“啊，过来，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口那个转弯的这个十字路口。”我说：“十字路口？”我说：“我来了。”我过去一看，他在吃烧烤。我坐下来想跟他一起去吃烧烤的时候，这就发现他还要叫我唱歌。我说：“我现在这样唱很尴尬嘛。”我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唱歌？”他：“没关系啊，那里有流量歌手，我帮你借把琴。”天哪！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很简单。邀请他和他的女朋友去看你的演唱会，然后在演唱会上给他一个很小的惊喜，送一句祝福。天哪，我当初就不该下去。你在烧烤摊唱了，后来我就跟他不太联系了。局长，我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我妈妈，就你们也知道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怎么会知道你妈妈呢？虽然说我才20岁，但他现在已经开始要求我相亲了。你到目前为止已经见过多少个了？大概我就没回过家了。他已经10年没回家了。嗯，等一下，什么？从10岁开始相亲。我觉得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你自己的生活过得特别的妥帖，这样妈妈才不会为你的未来和现在操心。当然我觉得你还可以跟你妈妈继续沟通，你可以告诉她，我现在还小，我希望把我的事业做得更好，让你因为有我这样的儿子来感到无限的骄傲。而且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把雪芙姐姐带回家，你说雪芙姐姐是你现在相到的。我也要提一个。我知道局长对兄弟特别好，他到哪里去做节目也好，在事业上都会帮助，比如像前锋，比如像田园。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不管是长相、身高、才艺，不比他们差。你有什么自信说出这样的话？你们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他说的是真的。所以我的要求就是，这季火星情报局每期都有我，行吗？这很现实的问题，这个是狠的，拒绝他。我想跟集结说的是，这不是你对我提出的请求，相反，我要对你提出一个请求，夏季你还来好吗？哎呦妈呀，开心到飞起！因为集结是我们录完第一期之后，所有的老特工，包括导演组，最最认可的特工之一。然后我们觉得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功课也做得很好，而且他是真的很爱火星情报局。不单是这一季，我们希望你下季还。好棒，集结！特别棒，特别棒！马上就要老树开花了，老树，铁树开花。集结，希望你夏季还来，虽然现在已经到了秋季啊。刚才杨迪让我做这个拒绝裁判，其实说实话，拒绝的事情是不可能去交给任何人的，因为我不了解你的朋友，我也不熟知他的心性，一味的拒绝或者是贸然的拒绝，很有可能会伤到你们之间的感情。其实这个真的是要不断的生活的历练，然后你对朋友的了解，包括对他拜托的这个事情重要性的一个了解，然后你才能够给出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案，到底是拒绝他还是悄悄的去帮他。那么我们今天各位特工针对地球人的困扰都带来了火星解决方案，有一个是摇拨浪鼓的头盔，
有一个大罗，还有我的痣，还有你的痣，还有我的这个拒绝裁判。哎呀，盖上了啊、哦！你这样说的话，肯定你赢了呀。对呀、啊，不一定。他们局长说不能交，你把局长都拉上了。前锋，你如果真的是这样认为，杨迪选了我，我就让他赢的话，我就碎了你的心愿，好不好？啊，对。局长一定要公正，一定要公正。我跟两个副局长商量一下。开个会，开个会。两位，你们觉得？我你选什么？我两个，你选一个，伟伟跟杨迪。又是伟伟啊？对，那我们现场的观众同意伟伟的，请拍桌子。同意杨迪这个产品入选的，请拍桌子。谢谢大家。火星情报局，我们建议把拒绝裁判引入地球，来帮助地球无法拒绝的人。所以我们有请杨迪。谢谢。谢谢。今天我们火星的产品和方法呢，还有很多不足，仍然需要我们不断的继续努力和提升。但是我们希望呢，每个特工都能够拿出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力量，然后尽可能的消除地球人的困扰，让大家的幸福更加充满幸福感。各位亲爱的朋友，火星情报局第四季第二次会议两轮提案全部结束，最终本期的王牌特工将会在两位获得徽章的持有者当中产生。我们首先要有请喵喵带上终极大奖。小喵喵，喵喵张开了嘴，里面还是一个喵喵。喵喵，来背靠背，按照我们火星的传统方式，石头剪刀布。三、二、一，哦，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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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哎，恭喜维维获得本场会议的王牌特工。漂亮啊，里面，谢谢。这个是我们火星情报局第四季的第二次会议的喵喵，它是孤独吞咽者，以后所有的孤独感全部会被这个喵喵给吞走。谢谢局长，谢谢。今天的会议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有复盘的意识，会后一定要好好记得总结，和欢迎各位远程参加会议的地球人继续围观我们的复盘会现场。最后提醒各位观看会议的地球朋友，上微博搜索并关注火星情报局参与讨论，更多的惊喜会等着你。来一起合影。我得了王牌特工，耶！我觉得今天的王牌特工应该是你，他就是运气。哥，既然我拿了王牌特工，我就开着斯柯达带你回地球，好不好？走，走。王老师好，局长好，局长好，姚叔好。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是不能开口拒绝，您二位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自己？那我就选个拒绝舞吧。啊，真的？这个脑洞比较有趣，比较适合老年人。你想跳一个舞就把他拒绝了，然后又免除了直接拒绝的尴尬，建议把他引进到地球，说不定他能再去那个现在风靡的大妈广场舞。广场拒绝舞。广场拒绝，对对对。我们说的现在不愿意拒绝别人，是不是有一种好人强迫症呢？这怪人类进化的太高级了，人性进化的太善良了。实际上动物它一个很大的一个本能就是拒绝，对，领地意识，然后我的食物，对，我不能让别人分享。所以说人类你说的那种强迫症可能是太退化了。而我们今天还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独居女性的这种困扰。哎，涂一个口红，然后突然间自己就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我觉得这个还比较有趣味，有想象空间。我觉得可以利用生物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一种叫拟态章鱼，它就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模拟其他的比较凶猛的动物来吓退对方，这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办法。所以我觉得将来就这种拟态生物的基因呢，没准可以植入我们人类，让你的肾上腺素超量分泌一下变成个大力士。对，这是合乎科学道理的。其实根据我们这个特工在地球上的调查，地球独居女性现在越来越普遍。我觉得这个应该和生产力的水平有关，现在你看社会物质这么富足，男人那个体力上优势也失去了，女人的经济也独立了，所以说独居现象我估计恐怕是一种不太好逆转的一个趋势。对，而且随着将来的这种 AI 技术包括科技的发达，你包括还可以按照你的方式定制 AI 的机器人的机器男友。男友啊，机器人伴侣将来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呢我们人类啊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需求，就是爱情。机器人伴侣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真正的爱情，我对此没有那么确定。实际上更基本的还不是感情需求，而是繁衍。人总是要繁衍，那不繁衍不就血种了吗？当人口非常稀少的时候，基因的驱动力使得我们再一次增加人口，或者生存欲望。对，生存欲望。对对，大自然会用它的方式来矫正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努力的发展科技，踏踏实实做好我们这一个生物种群应该做的一切。我相信所有人看了我们这一段之后又会脑洞大开，不断的想象，想象自己未来的机器人伴侣，想象人类未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哈喽大家好，我是火星情报局的郭雪芙。看火星情报局，下载讯飞阅读，每天听书一小时，讯飞阅读 AI 赋能阅读，每本书都能听哦。谢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微博搜索火星情报局话题词并参与讨论，成为最强特工。感谢战略合作伙伴微博台网、微博综艺、天猫魔头、美图秀秀、讯飞输入法、喜马拉雅、亲宝宝、河西传媒、心灵解构公众号、平话新媒体、火马科幻、断章趣意、同中华大学、正说、集物、上流 Upflow、密思淘。感谢墨迹天气、新浪新闻、一点资讯、扎克、中华万年历、天气通、座椅帮一刻、滴答出行、QQ 兴趣部落、QQ 看点、趣头条、黄油相机、玩吧、天籁 K 歌、秒拍、懒人天书、车轮、迷你世界、界面新闻、好奇心日报、超级新闻团、idol、award、粉丝网、胖心、延安关注、维票、第一代 fans、鱼丸星版、模范生、范 idol、巴沙印、网易优香、操作专车、妈妈网、他社区、凤凰时尚、Only Lady、世纪家园、百合网、Echo 回声、魔库租房、暴雨互动、一点连接、讯飞阅读、关注网、黑鱼周到、本地头条、搭搭顺风车、塔图、康乐手账、积木、蜗牛睡眠、九幺桌面、全民表情、中国移动、和彩云、来画、美人相机、型男相机、二一相机、简拼印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这世界很酷。